老燕穿喇叭裤，复古又干练，腿长2米，时尚感赶超好闺蜜杨幂。四大时装周，唐嫣去看了3场，真是时尚界的宠儿。这身搭配显得唐嫣干练清爽，还显腿。这两年唐嫣的造型越来越美了，这是要赶超杨幂，成为时尚标杆的节奏啊！唐嫣全身照，目测腿长2米8。如今34岁的唐嫣，从出道至今一直是娃娃脸，虽然已经过了少女的年龄，但是少女颜值一直在线。经常在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唐嫣扮演少女角色，在白色背景的衬托下，唐嫣大秀好身材。唐嫣在每一部作品中都非常有特点，众多的戏剧影视作品让唐嫣博得了不少人气。众多活动的多变造型更是树立起在大众心中百变小天后的形象。站在窗户边的唐嫣尽显大长腿。唐嫣在娱乐圈很少传出绯闻，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，父亲是一名行政职员，母亲是一名外企白领。唐嫣凭借自己踏实的演技一步步走到今天，还在2012年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变身堂。满满的青春活力，笑得自然，笑得开心，女神的气质遮都遮不住。据说赵薇到达当地后拍摄了一组户外写真，所以晒得有些黑。跟许晴同框时，赵薇的肤色明显比许晴黑了些。看完了上面的照片，是不是觉得除了许晴，赵薇还有不少的熟悉面孔呀？不少的网友留言说，这男的怎么有点像杨紫，那个男的不是杨紫吗？据悉，这些照片是2005年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埃及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拍摄的。一起去参加电影节的除了许晴、赵薇，还有苗苗、石兰、杨紫、于东等人，所以看照片的男子像杨紫也不奇怪，因为那个人就是杨紫啦。